Yeah.
Yeah!
巧了巧了，天寒欲故友，夫复何求？来来来，一起赏雪吟诗。莫急，猴兄弟，来，先坐下。那怪黑毛赤尻，面相尖顽，可不好捉啊。你虽有些粗浅修为，但这极为之地，天寒地冻，胡乱清造，性命难保。今日既有缘再见，我便教给你一招防身御寒的小神通。我非一般人，此非一般火，以后无论伤了、累了、冷了，就用棒子在地上画个圈，凭他什么虎豹狼虫、妖魔鬼怪，俱莫敢进。
Yeah.
元帅还是不肯归顺吗？再忍一时三刻，怕是就要化为门形了。<笑>好妹妹，里面凉快得很呐，就等你进来与我一起双修了。元帅说笑了，你若放下执念，我自然会选师傅放了你，到时便可同修大道。哎，我可笑说不行。 看来那老贼得了师兄的玩意儿，果然功力大涨。连你这冬天小官都被训得服服帖帖。不过听这动静，天命人已经了打下的金铙。好妹妹，估着这金疙瘩要等不到你师傅来开喽。这金铙是祖师爷的法宝，小小天命人，如何破得了？ 这下面是他，什么蛇不蛇，龟不龟的，刚刚闻到一股骚味，这味道好生亲切，忍不住敲锣迎接。师父吸你父性，饶你一命，让你在浮屠塔底清修，既不识相，小西天的极乐之境，怕是与你无缘了。 真是，老夫多可耻，既是听不进好话，还再造反。